嗱，呢一次同你哋讲金鱼的玩法，鱼嘅品种好多，有热带鱼、鲤鱼啊，同埋金鱼。金鱼嘅本身嘅品种都好多，有狮子头啦、蓝鲽啦，同埋流金啦、高头啦，同埋龙精啦等等，好得意嘅鱼啊！咁你哋养过鱼嘅同学咧，就肯定知道。咁呢个我咧就唔系好熟，不过我都养过金鱼。咁咧就每个品种咧都有每个品种嘅特性。咁我哋画金鱼嘅时候咧，就好有趣味性啦啊！咁画金鱼咧，首先要知道佢嘅嗰个形状系点样嘅。每个金鱼嘅形状系唔同嘅啊，有啲眼，有啲系头，有个瘤啊，肉瘤啊，啲狮子头嗰啲啦，头特别大啲嘅。咁呢啲咧都可以表现到金鱼嘅一种特性同埋美感啊。嗱，画金鱼咧要知道佢嘅鳍啊，鱼尾尾鳍点画，同埋知道佢嘅轮点画啊，鱼轮啊点画。咁知道佢啲轮廓啊，啲精细嘅位置点画。咁 通常用侧锋、中锋、细笔、大笔去画啊。咁呢一点咧，你哋要知道佢嘅鳍咧，每一种品种嘅鳍都唔同嘅啊，佢嘅形状都唔同嘅。啊、我哋呢一次咧示范咧，用一个画三只金鱼，用一个宣纸卡。嗱、啊，呢、这个宣纸卡佢已经裱好噶啦，一画完之后咧就变成一张画啦，好靓，好简单。咁呢个宣纸卡咧，佢化水嘅程度咧系恰当啊，啱啱好啊。咁我哋可以用木炭条起个稿啊，炭条嘅意思咧即系。起咗稿之后咧，佢比铅笔更加好，一拍一下咧就会拍甩咗，就唔会黐底嘅啊。咁轻轻地起稿，跟住先画咩呢？先画眼睛，跟住画嘴啊，跟住画面珠。咁呢个系画金鱼嗰啲基本嘅步骤啊。咁嗱、啊，我哋画咗面珠。注意佢个腮啊，同埋佢嘴巴，佢嘴巴咧，金鱼个嘴巴系嘴角向下啊，即系好有型嘅。咁佢个腮咧画完之后咧，跟住可以画佢个肚腩，金鱼个肚腩好大嘅。嗱、跟住可以画部分嘅鳍嘅嗰个边界啊。等阵画鳍咧，用大笔用侧锋去画啊。嗱、我哋墨咧将佢分咗。深色、浅色、中间色啊，嗱、这个系用中墨去勾翻个轮廓。嗱、啊，当然啦，画眼睛先啦，跟住画嘴巴，跟住画面珠啊，即系呢个腮啊。嗱、有啲地方我哋唔画，系预咗用大笔加红色一笔咁过啊。有啲地方画轮廓先，有啲地方系唔画轮廓先嘅。就用大筆、啊、就不是用小筆去畫了，用大筆去畫、啊、那這次是畫三條金魚。
我哋用大笔去扎风，即系打扎嗰个笔锋，去画佢嘅鳍鱼鳍啊。咁啊，鱼鳍咧要嗱笔尖咧系中墨，笔胆咧笔嘅中间部分咧系浅墨，要特别小心。沟墨嘅时候咧，一笔咧有两三种色啊，要特别小心，水分不可以多。也不可以少，啱啱好啊！当画完之后呢，跟住我哋会用啲好晒嘅笔，画少少浓墨啊，或者用中间啲嘅笔画少少鱼鳍嗰啲一条条丝嘅变化啊。咁呢个鱼鳍呢，佢有部分呢系有少少深啲嘅色啊，一条条咁样啊。咁咧，将佢有变化啦。嗱，要趁佢半干，又唔好太湿，又唔好太干，画翻啊，特别小心。嗱，跟住慢慢修改嗰个鱼鳍啊，鱼鳍咧有少少一丝丝嘅啲纹理嘅变化啊，要好轻。嗱，有啲鱼鳍咧系有彩色嘅，我而家示范啦。就是墨，用墨去画啊，咁你可以染少少红色或者染少少咖啡色去画都得。嗱，跟住咧就要画佢嘅嗱，呢个系另外一张啦。跟住咧画咗轮廓，画咗鱼鳍之后咧，就要画佢嘅身体啦。嗱，先画眼睛嘅周边啊，周边咧有少少蓝蓝地嘅。即是眼睛的啲浅色啊，眼珠咧要透明，有好多高光点，变化好精细。嗱，跟住用大笔画佢嘅鱼嘅身体啦。鱼嘅身体咧，呢条鱼系用墨啊去画嘅，扎风啊，记住扎风。咁呢个笔尖咧系中墨，笔胆咧。下半部中间部分的笔咧系浅墨啊，咁一笔过咧扎少少咧，佢就有深浅嘅变化啦。嗱，有啲地方咧系加红色，例如佢嘅头部啊，加红色。嗱，用呢个大笔画嘅时候咧，都系扎风，一笔两种色、三种色啊。跟住换一下，洗一下笔，将佢再沟淡少少啊，有啲咖啡色沟淡少少噶嘛，慢慢画翻中间过渡嘅色，成个鱼咧就有一个立体圆嘅效果啦啊。咁呢啲加色方面咧要特别小心，要过渡得匀匀，因为鱼嘅身体咧系比较光滑啲嘅啊。当我哋画咗鱼嘅立体感之后，跟住我哋。先至慢慢画佢嘅鳞片啊，呢个鳞咧一点一点一点用细笔去画啊。嗱，呢一次又画另外一条鱼啦，笔尖红色啊，笔胆少少黄色啊，淡啲嘅水啊，嗱一笔过咧。就淺咗啦，一筆深一筆淺，頭就深，中間咧就淺啲啊。跟住慢慢洗下呢個筆，肚腩呢邊咧再淡啲嘅色，淺啲嘅黃啊，好淡啊，造成一個立體感咯。即肚腩下邊嗰個地方咧位置咧，可以加翻少許嘅淡墨，加少少藍色，畫翻個立體感啊。嗱，呢条鱼又系咁画，要小心喎。呢个鲜红色嘅地方咧，当然要鲜红啦，系咪？唔可以混浊。咁有啲鱼嘅身咧系墨，即系少少黑色嘅。咁黑色同埋红色咧要分明。画红色嘅时候，笔要干净，千祈唔好有黑色。嗱，又系画咗嗰个
鱼的身体头部的一个立体。画完之后，它这个肝呢，这个孙子比较慢干的啊。咁画完之后呢，它三条鱼都未干透的。咁呢就可以慢慢画返一个立体感啦。跟住湿少少再浅啲嘅色啊，即肚腩呢边再淡啲嘅色。腹部有少少浅嘅浅嘅色，沟少少黄黄地，有啲地方沟少少蓝色啊，比较有啲感觉。画完之后呢，佢已经有一个好明显嘅立体感啦，係咪渐变啦。再跟住呢就係画鱼鳞。鱼鳞点画呢，就係一点点点上去啦。这个身体呢，事实上未是很干啊，未是很干，半干的时候，因为孙子呢就是干透了之后都会化水的。咁俾佢干透了之后休息一下先，跟住呢画鱼鳞啦。鱼鳞用中间啲嘅笔，唔好太大支，颜色呢要浓少少啊。咁呢点上去的时候呢，红色嗰部分呢可以点啲深红色嘅鱼鳞。咁浅色嗰部分呢又点返中间红啲嘅鱼鳞。咁以此类推啦。咁白色嘅地方呢，就当然可以点返啲白色嘅鱼鳞。白色用咩画呢？用广告彩，记住係广告彩的白色。咁其他呢用中国画嘅颜色去画啦。加上鱼鳞都不是一种色的，有立体的，有深浅的。我们这里你看到所加的是中间深色的鱼鳞，有些地方是浅色的，中间色的。这个加鱼鳞的时候呢不可以太化，要半，事实上是干透了的了、干透了之后都化，因为孙子本身化一点、慢慢加回深色的鱼鳞，跟着呢加浅色和中间色部分了。
之后，我哋慢慢去画嗰张画嘅整体感啊。呢张画嘅背景咧系冇颜色嘅，好淡嘅。咁我哋画翻少少嗰个叫做浮萍啊，点翻几笔嗱，用侧锋画翻少少，一笔两笔，搞掂啦啊！侧锋少少。咁呢个浮萍咧要淡色啲，可以加少许嘅颜色啊，少许嘅墨，中墨淡啲，冇睇心嗱。呢个系好写意嘅方法。画完呢个少少之后咧，成张画咧就唔使加背景啦。等佢干透之后咧，最后改眼睛，眼睛咧有少少高光点吓、啊，高光点。改完之后咧，成张画就完成咯。多谢大家欣赏。